亚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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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我身上是咋的呀？啊，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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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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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咋的了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鸡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钱买酒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至少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你告诉我地址。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放到王爷只有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王爷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我要，那我就失去了你这个需要。